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白字菜理法。咁啊，头先分享咗两个戊申日土猴嘅日柱嘅女命，同大家睇下啲婚姻啦。一个离咗婚，一个就婚姻关系唔好啊。多谢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如果喜欢呢条影片嘅话，请做齐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因为呢一啲嘅动作对频道嘅成长相当重要。在影片资讯栏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按进去的时候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和节目其他的资讯。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天同大家分享一点点的明星的八字，眼前大家见到这个是谢霆锋，哇，厉害。好，那么第一个蔡老师，谢霆锋呢一个时辰点样推出嚟嘅咧？哦，唔使推嘅，当日咧，当日佢出世嗰阵时咧，咁啊，因为我阿妈咧就好中意睇呢个，以前有一个叫《电视日报》，我唔知有听过未？睇过，系嘛？有印象，专系讲八卦嘢嘅。系，咁诶，老细就系阿吕珊嘅吕老豆，就吕永。嗯，就是我师公嘅，啊，哦，佢就识八字嘅，佢系即系啲朝廷嗰啲阴天监教佢，佢就祖传落嚟嘅。咁啊，咁我阿妈就中意睇电视日报嘅，即系啲八卦嘢啊。咁嗰阵时冇手机冇成噶嘛，咁啊所有资讯都喺报纸嗰度嚟啦。咁啊睇完就读我睇啦。咁啊。咁啊，當年阿迪波拉同阿謝賢就等於而家嘅啊劉德華啊黎明嗰啲噶啦，好出名噶嘛。咁啊就話迪波拉大肚啊，咁啊謝賢就梗係話：，喂，揾擲咗日啦，得噶啦，好靚啊！咁嗰啲啊，咁啊喺個訪問佢啊嘛，喂，拉姑大肚喎，咁點啊咁啊，咁啊睇下嗰陣時，我都十幾歲啦嗰陣時。咁啊，睇下，咁啊，当然啦，阿拉姑生仔咧，就电台都会有报噶嘛。咁我听心，嗰阵时好兴听心机，而家冇人听噶，冇啊。嗰阵时就听心，哎啊啊，啲记者去咗医院啦，咁啊，阿拉姑生嘅啦，咁啊，谢老四就访问啊，咁嗰阵时我好大个啊嘛，下昼咁。有啲人话人事喎，喂大佬，我喺下昼听到呢个电视，系咪先？我喺收音机听嘅，系咪？佢出世嗰年，我十几岁，咁 OK 喎。嗰阵时我就，因为嗰阵时我迷信择日，即系多余，系咪？咁啊，都系廿几岁开始学，哇！跟住我睇翻呢个八字，真系冇得顶。嗯，即系择一个师傅真高手。嗯，咁我哋啊研究下咯。嗯，好，我哋一齐研究下。系研究谢霆锋。好啦，咁我哋咧就睇翻呢个八字啦。咁啊，甲木生喺新月啦。咁其实甲木生喺新月咧，就一定嘅，即系话庚金旺啦。咁你好明显呢个庚金一定系旺到爆，旺到呕气啦，啱唔啱讲？咁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如果你睇做法原藥，一定會夾根丁噶啦。咁，但係呢個冇個丁火啊嘛。咁，用個壬水就變咗殺印相生。咁咧就注定呢，這個阿霆鋒仔咧就勞碌一生噶啦。因為佢夾根丁咧就科甲之才啊嘛。一定係噶。如果你睇做法原藥，大家可以揭開做法原藥睇下啦。咁佢已經話到明咧，冇丁火咧。就是勞碌一生啊，好啦，咁佢依家用咗个壬水啦，咁而家壬水又用得靓咧，嗱，第一佢甲木系杀人伤身啦，咁第二咧，庚金篇咧，我哋记唔记得啊？庚金大煞，刚健为最，得水而清。佢而家讲咧系庚金新月得壬水而清，就一定系新月嘅。咁所以咧，佢而家话俾你听，庚金如果喺新月见壬水，系最靓嘅，等于甲庚丁喺庚金嚟讲。咁所以咧喺个佢咁啊庚金就系阿谢霆锋嘅事业运嚟噶嘛，事业嚟噶嘛，事业星七煞。咁所以咧，佢嘅事业系非常之好咧，就系咁解啦。咁所以咧，呢个八字咧就冇得定啦。
咁啊，你睇翻佢啲细个点啊？咁咧，杀印伤身啊，必主二路功名啊，读嗰样啊，做唔到嗰样嘅。咁佢同埋个书缘亦都唔系咁靓啊。你睇翻佢咧，行啲咩运咧？尤其是丙戌运啊，财破印添。因为用印莫逢财，坐监系啦。咁啊 ，anyway 咧，咁佢呢个戌运咧，就令到个书缘断咗。佢中学毕业嘅啫嘛，佢十五六岁就去，十六岁签啊英皇嘅嘛。咁因为佢老豆啊，得听翻嚟嘅啫，话谢老四啲炒窿股定系咩，就将个阿霆锋就签十年约喺英皇嗰度啊。咁大家都系咁传啦。咁但系当然的，而且过去真系行财运去破印喎。系。咁啊好啦。咁啊十六岁一出嚟咧，又起朵喎。咁点解啊？咁嗰年啱啱就丙子流年，1996年，就佢有首歌咧，就四台冠军。即系嗰阵时有四个音乐台啦，咁四个台都攞咗冠军咁啊。咁嗰年丙子啊行桃花运，咁啊人缘啦，一出嚟就行人缘运。咁啊，梗系威到不得了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喺壬五年嘅丙戌运，壬五年嗰年又顶包案啦，就坐咗十零廿日啦，好似有系唔记得坐几多，总之系坐啦，坐咗一段好少时间。咁亦都系因为财破印啦，系咪？咁你财破印就惹官非，我哋话。啊！甲木如果秋天出世一件土咧，话秋林传送鬼形伤啊，咁即系话咧个煞好重，咁咧就最忌咧啊！甲木篇系咪啊？春不容金，秋不容土，秋不容土嘅意思即系话咧，秋天出世件土咧就惹官非，系嘛？记唔记得？咁咧行土。嘅大运咁野官飞，佢用印莫逢财，咁亦都好match 好啦。嗱，最靓呢个啦，当佢2003年丁亥运系咪甲庚丁啊？真系甲庚丁啊！古书就话甲庚丁，甲庚丁啊，佢行到个甲庚丁位，咁佢喺呢个运咧，点解2003年就整咗间公司啦？咁因为佢。话唔满意人哋嗰啲制作，佢一定要自己搞，因为有要求，咁就发 Q 咗。咁呢个人咧就做咗间公司，而家佢间公司都过亿嘅产业噶啦。每年都搵过亿嘅话，咁呢、這个喺呢十年就做咗呢间公司啦。另外，佢十月围城啊，又系呢个运咧。系，冇错。我老友啊，陈德森拍噶嘛。咁啊，攞咗个男配角，跟住另外第二年就再拍嗰套咧，都系呢个运就攞咗个男主角，好似叫做线人定系咩咧？好似唔上下，系咁上下都，总之系连续嘅，攞完十月围城嘅男配角，就跟住就男主角，咁啊，即系话佢系大满贯，话佢喺男演员入边嚟讲大满贯，攞埋新人奖，咁新人奖就唔系呢个运啦，1999年攞嘅佢，但系呢个运就攞咗个男配角、男主角，咁啊果然系甲庚丁系好犀利，好啦，但系问题啦，佢呢个夫妻宫咧就戌啊嘛，就系忌神，容印莫逢财，个妻宫咧就系土，咁啊神多好斗，戌多好斗。咁啊，坐神戌嗰啲人咧，都系有啲脾气唔系咁好嗰啲。咁亦都代表佢个，如果个人系脾气好咧，亦都代表佢嘅另外一半脾气唔好。咁啊张小姐都据闻都话好臭荡下嘅。系，应该都系嘅。啊，咁啊好啦，呢个运咧系咪财破印啊？佢个运系甲庚丁系好啊，嗱，天干系好啊。天战犹自可，地战急如火，系咪啊？咁地战急如火咯，咁啊，所以咧喺度去到戊子年嗰年啦，我记得咁啊，嗱个戊土走咗出嚟啦，系咪？个戊土走咗出嚟，咁又系庚寅戊又有个身喺度。戊子年就即系阿陈冠希叶兆文事件嗰年咯，咁所以咧系关个命运事嘅，真系。即系嗱，喂，有乜弊啊？如果佢唔结婚，即系佢喺2006年结婚嘅，
即系2020年识咗阿张柏芝，跟住结婚。系，咁但系嗱，可以其实避喎。咁你如果佢未结婚，咁佢冇呢样。我条女咁啫嘛，咁系咪啊？咁啊，我唔同佢结婚啦。咁咁唔使搞咁大镬。而家俾阿张小姐都分咗一啲部分钱嘅，都话。咁啊，财破人就系咁啦。因为因呢旧嘢令到个家散咗，咁都可以咁样睇喎。所以而家同阿王菲就反而冇问题，因为冇结婚。系啦，可能有高人指点，唔好结啊都系咁啊。咁啊，当然啦，佢而家行紧嘅嗱，对上嗰十年就冇子运啦，咁行紧个桃花运都系咁啊，所以都系同翻王菲一齐。系啦，桃花带财啦，咁都冇咩影响嘅。因为个水都系旺咗嘛，个壬水通根啊嘛，咁己丑咪有啲麻烦。系啦，嗱，己丑啦，咁我作为合望用，作为我都几中意阿霆锋嘅，因为佢人格系几好啊。据闻呢近日话呢个中国好声音话佢唔系唯一一个唔收钱去转嗰啲啊嘛。系，咁咧当然啦，佢大把钱，你搵几千万去叫佢做假，我谂佢即系一个杀人伤身嘅人咧，就绝对唔会做呢啲。有义，因为有义气合义之风。系啦，咁啊，即系有个风骨喺度嘅，咁我哋都要即系赞扬佢呢一样嘢，唔好为钱做嘢，我都系，你都听讲都系噶，你都系啊，咁啊为钱做嘢好可悲嘅，我觉得当然系啦，好啦，咁我哋都要赞扬下啦，咁但系问题而家佢行几丑运喎？出年叫甲辰年喎，咁神出丑，咁啊如果你有人识阿霆锋仔咧？就真係提一提佢出年咧，神出丑未齊曬，咁誒神出丑未齊曬就生旺啲金去都幾麻煩，有啲投資啊嗰啲可能會有啲問題，係咪啊？咁呢個戊子運嗰戊子運嘅戊戌年都係好重土啦，咁阿霆鋒仔都應該有啲損失嘅，嗰度嗰年係個股市見頂啊嘛，30,000+，碌到而家得56,700咁啊，咁啊，咁但係而家己丑運啊，直情係一個土運喎，甲己又化土喎，係咪啊？戌丑戌又刑喎，系咪啊？咁啊，出年神年喎，又神戌冲喎，系嘛？咁啊，如果大家识阿谢霆锋咧，都提一提佢呢个运咧，即系收敛下啲嗰啲财运咧。因为连续几年，譬如2027年丁未年就丑戌未三刑，跟住就戊申年就财破印，系啦，咁啊连续几年。要捱咯呢、這個下一個運啊冇問題啦，下一個運庚人啊梗係冇問題啦，但可能病喎，三個身衝嘅嗱，喂咁啊即係喂嗱又睇下呢個運可以唔代表阿謝老四好正常喎，因為個爹哋咧嗱夾幾合嗱呢、這個位係個爹哋位，夾幾合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啊謝老四都成80-90歲啦，咁係都係正常係嘛？咁啊正常咁啊。OK 啦，咁啊，希望睇一睇阿谢霆锋啦。咁你睇下人哋个八字咧，霆个霆字系有个任嘅，将个用神突出嚟，系咪？系有金水杀印伤神，所以啊，你呢个咪就系改名咯，直情系用翻个八字嘅用神，咁啊呢个咪师傅呢、這个师傅咪好嘢，系好嘢真系，我一定。啱啱讲开咧，改名呢件事情咧，咁而家有一个 case 可以同大家分享，又系做一个互相呼应嘅。好啊，好啊，咁巧啊，系啊，好啊，好啊，我哋一阵再跟住下一集就讲个改名分享下。好，拜拜。多谢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如果喜欢呢条影片嘅话，请做齐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因为呢一啲嘅动作对频道嘅成长相当重要。喺影片资讯栏会见到有主播专业嘅连结，揿入去嘅时候会见到有主播嘅联络方法同埋节目其他嘅资讯。焦点视频系一个知识共享嘅网络电视平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